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吃饭的程序好不好，不希望大家每个人都站起来，等一下按照我讲的号码桌呢，大家可以到 A 或 B 那边，他们有弟兄姐妹会帮你们服务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然后保持安静，我把下面我们请亮爱弟兄帮我们做个谢饭祷告。好，我们大家安静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来做我们谢饭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您，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还有朋友们能够欢聚在一起，来庆祝我们的中国的新年。好，我们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丰盛的饮食，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求神您的恩继续临到我们，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，从开头到末了，也求神您的灵也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的喜乐在主里面得着满足。以上祈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那家我们这样请，好，我们请第一桌跟第二桌的朋友呢，我们到 A， 然后第三、第四到 B， 好不好？那边有写。这个你要打开，要录吗？一二到 A， 三四到 B， 好不好？现在就。然后我会等他们打完以后，我会继续往下面报号码。到三点，我正在录呢。下面要不要挂一下？算了。为什么要换呢？为什么要换？你们服侍的人先去拿饭。没有谁换啊。换什么？还有服侍的弟兄姐妹呢？像营运部的呢，可以先去拿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吃完饭，他们还有麻烦服侍。哇，真能干！敬拜赞美小组的也可以先去拿，因为他们马上就跟着要侍奉了。马上侍奉，我们拿饭吃好吗？有侍奉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先。盟主赐福，新春伊始，万民皆颂主恩，新年蒙恩。我们今天晚会正式开始。好，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做个祷告，请大家
请大家安静，我们接之前聚会之前会做个祷告。慈悲的爱父神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您，在过往的一年当中，你的恩典及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啊，恳求你在继续在新的一年当中保守我们身心灵，保守我们的大家庭，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及新朋友，让我们这个家庭真的成为你们成为大家的属灵的家庭。以上的祈求赞美与祷告乃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刚吃的好不好？好。好小声哦。吃的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我是张云成，叫 David。好，我是任丽萍 Linda。在此祝贺大家新年新气象，万事如主意。好，我们下面请来，我们请师班一起跟我们上来。好不好，请在这时候请大家起立好不好，我们跟你前后左右的新朋友老朋友，大家一起互相拜个年，我们唱一首恭喜恭喜，新年好，在这里我们还有一首诗歌呢，还有一首歌呢，因为在这里面琳达这边还有看到有好多好多的新朋友。对，那我们要不要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？好啊，我们欢迎第一次参加在加拿大过春节的朋友，请举手。第一次在加拿大过，哇，有好多人。还有没有来参加我们春节晚会的朋友，请举手。哦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。还有没有第一次的？还有啊，还有没有？欢迎我们常来的老朋友，还有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。好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好，我们唱一首欢迎歌，好不好？欢迎歌。想跟我们照相好吗？我们欢迎你，真欢迎你，在这里真心欢迎，好留下我们欢迎你，真欢迎你，在这里真心欢迎，我们欢迎你，真欢迎你，在这里真心欢迎，好留下我们欢迎。大家接下来我将我们敬拜赞美小组呢，我们预备了一个带动唱，因为刚刚大家刚吃饱饭，我们需要运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唱一首诗歌叫主耶稣真好，我们还有动作的，请大家记好这个动作好不好？记好，主耶稣真好，我要
我的朋友呢，他们表演的比我们吃饭还要好哎。那我们要不要就请几位朋友上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呀？哎呀，哪愿意上来的？来，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朋友都可以上来，来，我们请五位，好不好？来，请五位。Volunteer。没有啊。我们有奖品。我们有奖品的。